天我久违的烫了头发，因为我头发变短了，所以很好烫。谢谢十一的戳戳你，下午好哟。谢谢卡米兽的啾啾你哦，谢谢柯基宇的啾啾你哦。很快吧，我卷了大概不到十分钟，不到十分钟就可以完成的头发。很方便呢，很方便呢。几点起床？三点多。要这么吗？要练习啊。新的卷发剂没有，就是原本在用的那种。眼妆很粉，眼妆是用腮红画的，所以跟腮红是同一个颜色。谢谢花生的啾啾你哦。妈，应该今天下雨，等一下就掉了，等一下就掉了。意思意思一下，现在我都懒得出门，懒得出门。平常练习都这样画，对啊，但是头发不会这样，头发通常不会这样子。我说今天下雨天，等下出去它就差不多掉光。你看，你看，我这边有卷，我后面没有卷。谢谢法兰森，戳戳你，因为后面卷的话就会。更麻烦，所以我就只卷了前面，就是后面这边都是直的。谢谢小林的爱的虎豹，虎豹。卷卷的，大家看习惯了吗？谢谢阿卡的啾啾你哦，大家看习惯剪短了吗？谢谢阿卡的啾啾你哦，直播发型对，先夹个外翘，再夹个内卷，再随便夹个两个卷。这个发型，等一下，一下，日常微微。最近比较少看到卷发，因为通常没有通告就不会卷发。妈，就只是想要尝试一下，剪短再卷头发会长怎样？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吧。
谢谢包子啾啾你哦，但我今天是用那个比较大的卷，所以比较大。今天有吗？今天没有。啊，因为你知道卷短就会变卷嘛。你看看这边，因为我没有烫，所以这边很。今天没有过敏。那蝴蝶泉会长怎样？这样子吗？耳朵有点细，没有哎、欸。已经感受到它差不多要下来了。那不乖，笑起来真的很突兀。不太听话的部分。吃午餐还没有吃午餐，哎呦呦呦，还没有肚子，还没有肚子饿。等直播完再吃啊，直播完应该有时间。这样子比较好的。这样子。应该不会倒下来吧。该吃水饺了。很久没吃水饺了吗？没有哎、欸，前几天应该有吃，反正最近两三天在家里吃的话，都是吃水饺。啊，脚架还是平衡，脚架现在只剩下那个凡士林。因为我发现我不充电的话就不需要架高，今天很粉吧，因为口红是粉红色。
没听到这首歌。对，因为那个随机歌单的歌比较杂了一点，比较多。最近都听什么？嗯，日文歌。安啊，还有出新歌吗？有啊，第二张单曲好像已经出了。好笼统，就是大概就是这样。最近听了。那个什么 My First Story 的歌，其他语系的选项有啊，有时候会有一些韩文歌。OK 的 Mika， 这样卷发真的好看，但我绝对不会，我可能我只有今天心血来潮，我明天就不会了。谢谢阿仁的戳戳你，戳戳你。
在唐吉诃德买的 Don Quixote。这是什么歌？我怎么不记得我有听过这首歌？热量会很高吗？一份二十大卡，一包二十大卡，是早餐吗？对，早餐。好像听过吧，没有什么印象，可能刚放进去的。我有时候觉得还蛮好听的时候，我就会丢进去，然后反正听久了就知道了。所以有些歌单里面的歌，我其实只听过副歌。早餐，早餐。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对，就先塞进去。对，对的。开放提问吗？那我知道你们没有什么问题。关于什么？今天5月14有什么事？5月14，啊，演唱会吗？因为刚才说我喜欢邓布利多，有，我又想起来，我又想起来，好不好？5月14号吗？毕业演唱会。怎么像全失意思？不是，需要回想一下。我刚才在想是不是握手，但握手好像是18、19，那14号是什么东西？毕业演唱会。笑死！啊，恶意。那18、19是什么？18、19是什么？18、19没有事吗？18、19没有事哦。那为什么有18、19？18、19是星期三跟星期四。18、19，还是我记去什么神奇的日子？合照会18、19，6月18、19是合照会，合照会是18、19，握手会是2122。谢谢丁卯的啾啾你哦。18、19是合照会，太难了。眼睛啊，跳过1个月，可是啊，18、19感觉就是会有个什么，因为就是连在一起，结果是下个月呀。
说到什么？等一下，眼睛有个什么东东，看不到。已经活在六月了，现在才刚五月，我就活在六月，是不是有点太快？五月公演，公演是28号，对什么？眼睫毛，谢谢 Marshall 的爱的熊抱。是没睡饱吧？没有睡饱吧？对，其实我想要继续睡，但没办法，四点要直播。嗯，睡到三点。白色好像。没有，今天直播后真的有大爆睡吗？没有，我先滑了一下手机才开始睡。他直播不能赖床，对，不能赖床，对，最晚三点得起床。连场面话都不讲，哼，滑手机，对，还是滑了手机。一下就很久，嗯，没有，其实没有吧，应该滑3点多，滑到3点多吗？咖啡厅科技人吗？为什么去咖啡厅？太优异，反正你们都知道我没有那么早睡啊，哈哈。我直播是什么时候的事？前天的事，前天的事。吃我过去咖啡厅，一餐都还没吃，对啊。什么？昨天在干嘛？直播，昨天练习完，大概11点多，然后干嘛？大概做到快2点的时候。躺在床上，然后看着滑手机，然后滑到3点多，然后睡觉，然后就今天了。小时榜，小时榜的下面是李佳丽，我
我刚想说怎么下面有一个很眼熟的人。我的天算法很容易搞，很容易搞混，因为都是跨日，我没办法记起来，我记不起来。确实，那是不是这样？嗯，好像还没。到5月1突然觉得这是李安婷，对吧？我也觉得好像昨天才直播完。谢谢陪的小鸡蹦蹦。哦，他刚刚在试啊。喜欢某个歌手团体的歌单，还是各种喜欢的歌曲循环？嗯，都有，都有。想要都是同个系列的感觉的时候，我就会选某个团体这样直接听。而且我有那种播放清单，那种谁谁谁的那种1小时到2小时的合集。有时候可能会直接点来，然后有时候懒得想的话，我就会直接全部一起随机。眼睛到底是有什么很烦躁？找不到。作业用 BGM， 放弃了。小心不要摸到我，我已经死命的摸到我的眼球了。还是亮片。很粗鲁，先把手插到眼球里面。没有东西啊，哎呦哎，好像有。眼妆的粉掉了。对啊，我在寻找我的眼球。嗯？嗯，好像没了，可能是某个什么灰尘还是什么卡住，眼球摸起来什么干干的，现在干干的了。用眼药水吗？我不会用眼药水，我超不会用眼药水，寻找眼球。好像好了，可以戴隐形眼镜，我可以戴啊，我其实可以戴，可以戴，只是我没有他们那么厉害，一瞬间就戴进去。眼睛比较小，没有办法撑开。追剧、看动漫、看漫画，打手游的话是不会，因为找不到什么。玩得下去的手游，会看动漫，会看漫画，都会偶尔会突然打开。隐形眼镜太难戴，所以放弃这东西。
都看什么？你都最近吗？我最近看的最新的就是那个，那个那是什么？什么？那个人偶，帮一个女生做衣服的动漫，那应该是最新的吧？最近我最新的动漫就是到那。然后最近不是很流行什么间谍什么鬼的，那个东西我就是等它完结我再看。恋上换装，对的，就是那个东东，上一季的，对。间谍加加九，因为他现在还在连载，所以不是很想看，就是想要等它出完。すみません。一直卡卡的。男主很厉害。你现在是哪一个？着装的男主，间谍的男主。间谍连漫画都还没完，动画应该还久。可是那个着装那个也没有，漫画也没有完结啊。不知道等完结，对。然后会想要做，没有，最近就是那个吧。换装那个在演什么？演一个男生是做女儿节人偶的师傅嘛，他家是做女儿节人偶的店，然后所以他很会做衣服，然后女主角不会做衣服，但他很想要 cosplay， 所以。刚好就是一些某些关系，所以就男生就帮他做 cosplay 的衣服，然后就一直帮他做很多 cosplay 的衣服，对，就是一个动漫，反正就是整个就是很轻松的动漫，没有任何什么的，就是看得开心，然后很轻松的一个动漫。女性向还是男性向？偏男性向吧，女性向不都是那种比较恋爱的那种？女主很可爱，身材很好，对，女主身材很好。来做 cosplay， 对啊，会做衣服的人真的很厉害。算少女漫画，对啊，所以我前几天就是熬夜，就是看那个漫画，就是看那个漫画，然后就早上后宫番，没有后宫，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后宫番，就是没有很喜欢。做衣服的，对啊，做衣服的影片就很好看。推演组，对的。青春校园恋爱番。喜欢的后宫反过来。歌之王子殿下就是一种反过来的后宫。哪部动漫印象深刻？哪部动漫印象深刻？不知道，我最近就看了那个而已啊。因为怎么说，动漫就是很多那种打怪的那种，或是打坏人的那种类型。反正就是
男主角很受女主角喜欢的那种类型。灰月姬哦，灰月姬其实我没有看动漫诶。我对动漫版的男主角没有兴趣，没有兴趣。而且就是怎么说那种，他不就是在比谁先告白的一个动漫吗？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烦，就是很可不可以赶快，我会觉得他拖太久，没有耐心的部分，看不下太多集了。好想急死你的部分，我就是讨厌那个好想急死你的部分。看过四月是你的谎言，有啊，有看过。中间的过程才算浪漫，就是会很想要赶快看到结局嘛。我这个人就是想要赶快看到结局，所以我就是不是很喜欢还没有到结局的动漫跟漫画，因为我就是想要看结局，我就是想跳过那些看结局嘛。谁先告白第二集就结束，这要怎么出？我适合倒着看，我真的很适合倒着看。我是一个很想要先知道结局再开始看的人，我没有办法忍受要等待那个过程。有的还拖很久的，真的不喜欢拖很久的东西。可能是对那种谈恋爱的那种动漫没办法。谢谢数字家的啾啾你哦，那种的话可能会受不太了。所以有时候那种连续剧也是看不太下去，太久了，太久了。海贼王就放弃，我也是，哎，没有办法。我觉得海贼王每一集都有看的人很厉害，真的太多了，太多了。运动类型的动漫吗？偶尔会看，有时候会看。排球少年，排球少年我没有看，虽然大家都说很好看的。过程算真的，海贼王就是有看到结局就好了的感觉，我已经不在意过程了。看漫画也可以看很久。当然看漫画可以看很久，他动漫都做这么久了，漫画一定更长。通常漫画会比动漫再多很多很多。嘿，这是什么的片头曲啊？还是这不是片头？这是什么动漫的片头曲？忘记了。すみません，我现在在传我的行程。
怕我会忘记，所以我要现在传。等我一下，在哪里？但漫画可以看比较快。有备忘录，有。哈，我的备忘录，备忘录行事历。为什么要传？不是都截成？传给我妈，我妈很在意，她要知道我的行程。说你又不用，不知道不会怎么样。然后我上个礼拜更新后的没有给他，他就在那边说为什么你更新后的没有传给我？啊，那个就改来改去，我怎么知道要传哪个给你？就麻烦了，麻烦就一定要，就算我今天只有直播，他也要那个行程。下礼拜在干嘛？这样，下礼拜有什么行程？就练习，就练，晚上练习，直播练习。对，他甚至还说你的定位现在坏掉了，你再重开一次。怕我走丢，怕我走丢。插新电话是不至于。还有定位，对，有定位哦，有开定位，嗯。你说那个冰棒吗？不是那个冰棒，欸，是那个通讯录，是联络人那边，然后打开他的资料，然后下面会有一个分享我的位置。有时候他突然会看，我是不知道他什么个频率会看一次，反正就是他有时候会看，就是你在阿布家，我说哦对，对，他，啊，怎么还没回家？在外面吃饭这样，在外面吃饭这样，拒绝定位。看到他自己的定位给你吗？好像没有，我没有，我不知道怎么看啊，所以我没有在看。我没开是什么时候会关掉？什么时候会关掉？不知道哎，欸，什么时候会关掉？嗯，可能很晚的时候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会关掉，或是偷偷跑去阿北上家的时候会关掉。谢谢小鸡蹦蹦。互相查对方。关掉不会问什么，关掉要看他有没有刚好打开，他如果打开他就会跟我讲为什么关掉了。所以我就说我不知道他的频率是怎么样，可能偶尔会突然打开来看吧。比
有时候可能他上来台北的时候，他就会突然打开，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现在在，你现在在那个信义区啊？”我说：“对。”他说：“他说我刚到，我刚到台北，你在干嘛？”我说：“在吃火锅。”在吃火锅。我说：“没有要让你来哦，没有要让你来哦。”你在信义区啊？信义区干嘛？我说在吃饭，吃饭。很怕，很怕我在某个地方吃饭，然后他会突然跑过来。这句好看。没办法，我都已经在里面吃了，他如果突然来，这样很难，很困扰哎。信义区不是，对啊，公司就在信义区。那样子看得到大概位置吗？我不知道哎，好，可能看得到吧。有一位等等。是没有很想让他加入我的饭局，就是会被偷袭。嗯，所以我没有用那个什么冰棒，什么冰棒，有很多成员有用。或者买单，他买单就跟我买单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意思。他那个好奇怪，被监视的感觉。不知道，有时候只是思考，反正我也不会去什么。地方偷看到，那没啥，习惯了。抗议。定位的部分，成员会互相开定位，就是有冰棒的那几个人，有加好友好像是看得到。所以有时候，比如说公演或是练习或是工作，有人还没到的时候，有的人就会打开那个城市，然后看他现在在哪里，说哦他快到了，哦他还在家。那应该在睡觉这样子，应该睡过头这样。大家有时候会打开那个看，就看他现在到哪里这样子。看直播回放，回放我怎么知道？因为在公司或是剧场应该会。他有，所以林依云有时候会用那个找他在哪里。练习前就要先关掉，可是你打开大家才会叫你啊，不然的话大家谁知道你在哪里？谢谢数字家的告白喜球。手机会不见。
到，但手机还没到，手机不在身上是不是？那也是蛮厉害的。谢谢法兰山的猪猪你哦，寻找 iPhone。剪个手指甲，赶快揪他吃饭，好像也是蛮方便的，就不要人家刚好在跟别人吃饭，可能不方便，虽然在附近可能不方便。剪指甲，因为就是你知道指甲很脆弱，它常常会突然勾到，然后它就会分裂，然后就很想撕开它，但我发现撕开它，它就会破破烂烂的，所以得用剪的。但有时候就是穿衣服什么的会勾到，会勾到那个毛线。脚趾也要剪吗？没有，我在剪手啊。脚是还好，脚不用这么长，因为脚被保护得很好。撕指甲达人，没办法，因为现在有涂那个指甲油。缺钙？你说指甲缺钙吗？考虑做指甲，我之前有做过一次啊。近期修脚趾甲？不会啊。我反而觉得修了之后会觉得脚怪怪的，有时候剪太短。之前有一次那个有粉红色，然后上面有爱心，那个是给别人做的。想抓牢地面，就是太短会感觉会很容易指甲会卡在肉里面的感觉。清脆的声卡在画质的触感不一样。尴尬是什么？剪刀怎么会砍进去？对，会砍进去。指甲偏差那种，对对对，可能那个很难，就是很难避免。
一直在叫，他快受不了了吧？那个很痛，对。Eco Love， 这好可爱哦，这是什么？放卡片的，突然开始看周边的部分。有听新歌吗？还没听呢、欸，可是看起来很好看，那个造型。想要的周边吗？真的很可爱，mini photo card holder， 他写很会出周边，但是你看这个口罩的 size 到底是怎么样？我很好奇那种口罩的 size 怎么分，绝对会有超大跟超小的问题吧。没有分，对啊，所以就一定会有那个大小的分别。他还有卖电池的，好酷哦！有分吗？我就是那种没有分尺寸的口罩，然后大家会买吗？因为那个没有办法抓自己合不合那个 size。谢谢吉米做的啾啾你哦，但是我对 Eco Love 就是比起那种个人的周边，我会比较喜欢团体的周边，因为我这个人没有一个固定的腿，在 Eco Love 没有固定的腿，所以就觉得团体的周边很好看。こんばんは。好像不是资料夹日期，但我很讨厌资料夹，因为我不会用。因为我不会用资料夹，请问现在有人在用资料夹？我世界讨厌资料夹这个周边，用不到。团体周边就是那种没有分个人的，就是上面不会有写名字之类，就只会写团体名。啊，这个很可爱，可是酒精哎，这是酒精哎，而且还有写名字。酒精，アルコールジェル。可是我对 Noemi 超不熟的，酒精罐，啊，这个好可爱哦，拉面的碗，拉面的碗好可爱哦，这感觉可以拿来泡泡面，虽然我是一个不怎么泡泡面的人。雨伞看起来也很棒，对，很可爱。这是什么浴巾吗？60x120公分，浴巾的尺寸，这个也很可爱，雨伞也很可爱。拜托不要，对，不要再买雨伞。
发现雨伞就是一个很懒得拿出门的东西。谢谢红的告白气球。谢谢红的大声说爱你。肚子很吵。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不见。那就是那段话了。应该也没有买，对，没有勾勾的那种。对，最近，我最近很喜欢塔卡拉兹卡，也没有到很喜欢啊，最近有一点有兴趣。就是用不到借口来灭火自己，当然要，因为周边太多了，所以得这样，不然你就会全部都买。这是什么？タグラツカ好きなのか。あ、最近ね。我看了一个因为我滑那个 TikTok， 然后就看了一个表演，然后我就觉得很帅，我就觉得很帅。嗯。好可爱哦，不织布 ，bug， 这已经过了吧？这是那个什么 face， 诺伊 ，Iko Noi face， 谁的表演？我找一下哦，我记得我有按赞哦，我记得我有按赞，就可以一直回放。虽然你们应该看不到什么，
帅啊，很帅啊，然后就按赞，我大概会隔个几天会打开来看一次。对对对，可是我很好奇为什么会唱就是其他的歌。现在都新人不认识，就是最近觉得很帅，所以我按赞了。入宝族坑是还没有。女性に人気があります。知ってます。因为都是女生，就是很帅，比男生还帅的部分。觉得这位真香，就是很赞啊。多一点是呢，理工也帅，是不一样的感觉，都帅都帅。就是是那种很怎么说，很动漫的那种感觉。很不真实的帅，很不真实，就是很虚幻，对，太像太王子，就感觉很不现实，现实生活中不会出现那样的人，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心动。出门了，拜拜，拜拜。真的很可爱，他们的公司照，而且很高清，我就会很想要放大，放大。之前妆男生也很帅，没有哎、欸，我觉得就是那种轮廓很深，然后脸很瘦的人很适合扮男装。梦幻的氛围，对啊，就是很帅，所以我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渡边麻友很喜欢，而且真的感觉喜欢上会一辈子找不到喜欢的男生，半身公子照是吧？因为太帅，对，因为太帅了，所以就会已经那个怎么说，标准会变太高。对，因为如果喜欢那个里面的那个男艺的角色的话，因为就是他那个就是舞台剧嘛，就会比较夸张一点。虚幻的最帅，虚幻的最帅。女生帅起来没男生的事，真的。都是虚拟的，不会啊，就是因为太喜欢，所以你反而会觉得，哦，其他的都。不算什么，这样看到一般男性找不到，对，就是找不到，因为太难搞，会觉得哎，一定要跟那个里面很像才有办法接受，大概就是一辈子找不到，是女生想要的帅，对吧？所以进去了就出不来。标准直接回升，就是标准直接从60直接拉到999。
办不到，没有人办得到。对，就会也很想，就会很喜欢那个演员的那个角色。九九九，就觉得啊，一定要那个人，但是又办不到的时候，就会发现你这一辈子就找不到了。标准那个，无法到达的境界，真的。我这个人其实就是喜欢的东西会很广，就是突然会跳去其他地方。我单身一辈子吧，对，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做好心理准备了。理想型直接朝天际，真的，女生很帅，女生很帅。男生嘛，男生也有很帅的，但是就会觉得女生很帅，这样子，找女生比较快。说不定那时候你已经入坑，对，其实有。谢谢哈西贾佩恩的麦克风。而且你知道那个他们的身材都很好，身高很高，然后很瘦，然后脚很长，就会看起来比男生帅很多。没有办法比，没有办法比，身高很重要。我现在没太多东西可以看，比例完美，真的是太完美。不给活路，真的是不给活路，不给男生活。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女生，然后可以这么帅，腿又这么长，然后比男生还高，然后又很有那个穿那个衣服又很有那种感觉。就是那个体型，那个体态很有那个感觉。还很有才，对，还会跳舞，还会唱歌。请问要怎么不喜欢？请问，我真的觉得只要任何人去看都会喜欢，真的，我认真是这么觉得，真的比男生帅太多。我懂你，懂吧？对，看起来真的是很像男生。凤凰开花真的很帅，我可以理解他喜欢的原因。因为是女生嘛，因为演的人是女生，所以就很懂女生。就是很有气质嘛，绅士的感觉，很绅士的感觉。生活中不会有这样的人出现。贵族气息。现实中的男生大概就是很讨人厌的，会讲一些白目的话，受不了。
什么人？可能剪个头发就会哎呀讲，为什么要剪头发？嗯，笑死，很麻烦哎。说那个难搞，就是那个难搞，那个难搞的人。这样不好看，这样不好看，为什么要这样？又不是给你看的，我觉得好看就好了。这就是差距，差距。真的，请你称赞我，不要质疑，不要质疑。要批评我先跟他一样帅，对，真的真的。如果他觉得不好看，那我可能会考虑，我可能会考虑，相信他这样。你们说的话我是不会相信，法兰生说的话是不会相信。很晕耶，之前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不会说话，没有说话的技巧，没有说话的艺术啊。嗯，没有办法，你们就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好啦，难搞的，好啦，难搞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要什么，没关系，没关系，我就再忍，我就再忍一下，再忍一下。再忍忍，再忍忍，看可以忍多久。嗯，我已经不想要无视他的任何留言，我想要先，对对，先无视掉。摩羯座，摩羯座就是心胸宽大。考虑，我当然不会考虑啊，我又没有自己想要变成那样，我只是希望现实生活中周遭有这样的一个人就好了，我不是想要变成那个样子。丢礼物就好，丢礼物就好。不够高不能男装，真的。就是如果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个女生，我可能这一生就是很看着她，我就觉得很开心。但绝对没有这种，绝对没有这种人。可能有，也只是。有，也只是上班的时候有。下班之后就不是长那个样子，会幻灭。感觉现实中有这样，可能会幻灭。
就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大家不要抱太大的期望，生活中是不会有这样的人出现，没有这么完美的人，没有这么完美的人。姑且 TP 没有这种很完美、很绅士、很帅的人，没有这种人。还是三崎生会不会有？三崎生应该也不会有吧。叫我不要还，请让我放弃，我已经做好放弃的准备了。台上是王子，台下就随便了，真的。请问有没有台上是王子，台下也是王子的人？姑且 TP 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人的。给点信心，不会是贵族，对，因为我们都不招募男生，你不懂，就是要女生。平行宇宙人是因子族，妈，可能外皮，外皮是，嗯，真王子都没有长得像王子。对，感觉就是可能是生长在台湾，就大家的个性都会比较大辣辣一点，所以就是会比较没有那个，没有到那个点。小乌龟有点，如果他再认真打扮一下，如果他可以认真打扮一下，因为他每次都穿的看起来很像，就是很对，看过他们私下的样子，六小群啊，六小群不行。他得先，对，先把他的驼背加上他那个都是灰色灰灰暗暗的颜色先拿掉，深蓝色灰灰色黑色灰灰的白色，然后整个人就长这样。马上如果是那种很正的体态、体姿势的话，可能就会有点那件那个衣服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在意，但是因为他就整个人这样，整个人这样，然后再加上那个衣服，就会觉得他看起来很像刚睡醒，整个人就长这样。不一定要鲜艳，而是不要再灰色。其实，对，白色干净之类的就好。但他就是整个人看起来灰灰，他看起来很暗淡，你知道？暗淡。我才能当 TV 王子，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吗？我看起来吗？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绅士。我这个人讲话就是很伤人、伤害，我就是会比较没有办法。因为大概是走不了那个路线。我可能是那种很冷淡，不会讲话，不跟你讲话的那种，不是那种很照顾人的，没有那种。完全没有那种气息，完全没有那种气息。我就是看到你，我就是看到你可能跌倒，我也不会去扶你的那种人。我只知道你可能会瑟瑟发抖，是不会啦。对啊，可能脸要再瘦一点才有办法当吧。而且我真的是轮廓不深，而且。感觉阿贝桑可能比较适合，
我的脸很不适合那种帅的妆，我都先笑再说，我会当作没有看到，当作没有看到。不会有太大的反应，它看起来很冷淡，光想象我就觉得我办不到，光想象我就觉得我办不到，太困难，要当一个成为一个绅士太困难，我觉得办不到。这鼻子不高，要有肩膀，我肩膀够宽吗？还是垫一下？垫一下可能会宽一点，这样往后就会没有，往前可能要往前，往前就有肩膀。所以我就很喜欢那种看起来很像男生的体型，瘦瘦高高的女生。不会有这种感觉，不会有那种曲线的感觉，就是这样直直的。嗯，该叫阿贝萨吧。对啊，感觉很适合。我下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话。我觉得你很适合，我觉得应该很适合。身高又高嘛，身高又高，感觉他穿西装应该很帅。任何的想法都是感觉穿西装很帅的就可以。一说话就破功的那种。满足我的幻想，满足我的幻想，我可能要去日本才找得到这样的人，在台湾可能太困难了。我怎么刚才符合你？感觉应该要有165以上。165很多啊，对啊，我的那个最低应该要165以上，有170当然就会很有那个感觉啊，但是至少要165的感觉，因为165以下就没有那个的感觉，就感觉好像太矮。192很厉害，192我大概只看得到下巴吧。比例好看起来就不会矮，对，但不行啊，有的人比例好看起来还是很矮。没办法，矮的话就是真的是矮，可能照片可能看得出来，但是看到现实的话，管你比例多好，你看起来就是比较矮啊。谁说出来？是谁？只能在照片上的王子，邱明翰之类的，邱明翰太小只，但邱明翰腿是真的长啊，他比例是好的，就是矮的地方。
我说他比例好啊，陈思雅就比他再差一点。陈思雅就跟他一样矮。但品涵比例就是比较好。思雅哭哭。平安赢了，平安赢了。平安跟陈思雅的话，我一定是选邱平安。请求支援。思雅队长，队长心胸宽大，他会原谅我。队长应该心胸很宽大，他会原谅我的。他已经习惯我，就是虽然二十岁了，还是很爱乱讲话。那我以前可能16岁的时候，他可能就想说小朋友嘛。虽然这样到20岁，我还是一样没有尊重，没有任何尊重。很抱歉，我没有学会尊重这件事情。在学校老师没有教我要尊重。他快不当队长，对，所以剩下的时间应该要好好把握一下。昨天空那天会有尊重。会。尊重哦。不会啊，没有尊重啊。他如果毕业那天长得不够好看，我就是会对他没有任何尊重。说你就是要今天就是要长得好看一点，请你认真打扮，请你认真打扮。我没有办法接受你今天很随便了。现在开始，对，请你现在开始努力瘦你的小腿肌。他说：“可是那个已经没救了。”我说：“你就是按，死命的按你的小腿肌。”请他走路的时候不要外八，拜托陈翔，不要外八。好好走路，陈思雅。八锤。因为陈思雅有时候可能，假如说他今天穿，就是普通在公司遇到，就是陈思雅不要外八，不要外八，走路不要外八。我看到我就会觉得，陈思雅可以做的好看一点。现在是很习惯这样，就是坐得很舒服。请他把他的气质拿出来，不然我会就是会对他没有那么任何没有尊重的部分，受不了，会有点受不了。很想要念他，就很想要念他。他很喜欢这样走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走路。就是我就会觉得，哦，他毕业演唱会就是要一个完美的状态。如果他又外八又很壮的话，就会很想要。你都要毕业了，可以今天完美一下吗？就完美一下。很 man 那种，请他气质一下，好，拜托陈思雅。
对他，我对陈思雅的要求很高。我对陈思雅的要求很高。不然我就会觉得他做什么事情都很好笑，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对他很有那个，我就会觉得很好笑。没有办法融入在那个情绪里面，对，因为我对他要求太高，对他要求太高了，就觉得好像不够好，不够好，不够好，要求太高，所以觉得我觉得没有到那个点，还差一点。就是哪里怪怪，就是哪里怪怪，反正我看着他，我就觉得就是哪里怪怪的。对，其他地方就是没有人很对。其他队长怎么可能会是我接下？哼。是他不够好，但他不愿承认。怎么回应你的纠正？他可能会稍微纠正，但是他可能过一下子他就忘记。比如说我之前看到李佳丽，我忘记是为什么，他可能我记得他好像穿了短裙，所以不像长裙，就是其实看不太到脚。我说李佳丽，你为什么要这样走路？我就会觉得很不适合。就是她上半身是大小姐，但她下半身没有，我就会忍不住，你知道吗？我会忍不住，我会直接跟她讲说，我会直接跟她讲说不要这样走路，不好看。反正我忍不住，我就会直接跟你讲，就是上。从衣服打扮到整个脸就是有到，但是脚没有到。假如说他今天穿裤子，我就会可以理解他这样走，但是他穿短裙的时候就觉得不行，不能那样走。穿长裙纱裙的话，因为是盖住腿的，所以通常上身有正就会觉得哦有那个感觉，但是下面很难，还有严格。突然觉得怪怪的时候，我就很在意，我就很在意啊。怎么走？我觉得。还是要看他，有时候还是会很认真做。但李佳丽拍照的时候都很认真啊，就有在那个状态里面。对，可能平常吧，就进公司其实没在干嘛，就没有这么那个特别严格。但因为我就会想说，假如说他今天穿运动服进来，我就会不会这样子啊。但是他今天可能他就是认真打扮了，只是他走路的姿势是那种平常练舞的那种很普通进公司的那种感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那个违和感。好像哪里怪怪的。你家里可以不要那样走路吗？不好看。我直接跟他说，我觉得不好看。
或是我之前看到吴绮慧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今天的衣服怎么了？然后林允跟刘晓庆，他就会说我很坏。我说为什么？我只是问他说你今天衣服怎么了呀？但他就是穿了普通的一个运动服。我说吴绮慧，你今天衣服怎么了？是什么？就是很一个很奇怪的偶粉丝。对，上半身就是觉得很奇怪，就是就为什么会穿这件 T 恤这样子。心直口快，对，可是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如果直接讲的话，就是直接讲。但有时候我不会直接讲，但是我就会很在意，我就会看着，我就会一直看着他。如果我很在意，但是我没有讲的，因为我会在心里想，就是在心里想为什么今天哪里怪怪的。一直没有，我就会很在意啊，我会很在意，然后就会一直想要看着。怪怪的会让我在意整个外面吧，整个外面的，我很在意那个外面的感觉。姿势吗？姿势要是好看的，比较在意的是发型跟衣装。其实我没有这么那个、啊，但是就是那个姿势的部分，就是在公司做的很随便的时候，就会有点这样子，就会很在意，就是会很在意。像李梦辰这个人，李梦辰真的是坐姿世界无敌丑。但因为他穿的是运动，因为他穿的是裤子，所以我懂穿裤子脚就会想要张开开，但是就是很丑。就是我知道穿裤子脚会很想张开，因为就是很舒服，但是真的好像有点太开。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太开。然后有时候梓潼老师经过的时候，他甚至不会马上坐回正常的姿势，他就坐在那个姿势，他坐在这个姿势，然后跟老师说老师早，然后梓潼老师就会这样看着他，然后看，因为很明显就是。会看着他，他身上看着他，然后会看一阵子，然后在想说李梦辰怎么不会坐回去，还要等，就是梓潼老师跟他说你的姿势很好好迈的时候，他才愿意起来哦，他才愿意起来，说他也太 free 了吧，而且是。梓潼老师一走，他就又会坐回去那个姿势，然后梓潼老师再走出来的时候，就是会再瞄到嘛，就会再瞄到，然后他就会有意识到，然后他就会觉得，可能他自己也有意识到，但是他就想说算了，他想啊又被看到了，算了，痛的有点大。他的姿势真的是有点丑哎，而且是那个门一开就是看到他的那种位置，很有勇气。
因为你知道公司就是时常会有一些可能不认识的人会进来，然后假如说如果是刚好不认识的人打开门看到一个人坐那样，真的是会吓到。谢谢丁马的啾啾你哦，啾啾你哦。天老师的海报景点就是很丑，真的很丑。而且你知道，就是打开的那瞬间就很难逃了。而且有时候，假如说大家可能听到门要打开的时候，大家就会意识一下，就是要做好。就是意思，因为你们没有办法把握进来的是成员还是工作人员还是客人这样子，你没有办法把握，所以就是大家听到门可能会先坐好。但是我觉得是因为久了，大家已经习惯，就是大家已经习惯可能被看到这样，所以大家就没有那种刚进来的时候真的是听到什么。有人要开门就会先坐好，然后发现是成员的时候就会再倒回去那个姿势。但现在我觉得他应该已经没有那种紧张的感觉，他已经没有紧张感，就是已经这样，哦，早安这样子，超随便的。现在私底下没有任何形象了，老油条。没办法，舞蹈教室练习室就是有时候会，不知道，就是有不同的人会去借那个教室，所以你不知道今天会有谁去。大概是粉丝才会吓到，所以就是说有时候你知道，有时候那种花絮影片，我都觉得很危险，因为大家平常在休息室里面的。真是毫无任何偶像的感觉，就是一群大叔的感觉，那样大家没有任何形象，你知道吗？在休息室，三姐姐应该会听到门声，就是我三姐讲刚进来可能会，但很容易被带坏，你知道吗？就是进来的人，因为他可能会发现哦，大家都这样的时候，他就会没有保留任何形象。小姐是没有形象，我觉得还是要看人。有的人就是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我自己是蛮在意我自己的形象，我自己蛮在意我的形象啊。所以我姑且在公司我都是蛮认真的，姑且是我在公司是蛮认真的，其实我不太会那种所谓的很有精神的跟你打招呼。以前的秋美兰应该没有到很那个啊，就是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大家太没有形象，怎么说，太做的事情太没有形象，现在已经不是丢掉偶包的部分，是毫无偶包。也不是说有偶包有没有偶包的事情，我是说就是完全不像是偶像会做的事情。我想说这些人真的是偶像吗的感觉。已经没有偶像气，真的是没有。脱离偶像范丑，真的是脱离嘞。どんな感じが見てみたい。假如说我觉得在公司里面我就觉得还好，在舞蹈教室里面我就觉得还好，但是
在公司以外，已经外面已经有路人的状态，还可以这样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真的是很厉害，我真的觉得大家很厉害。所以我会很在意，就是周遭的人的眼光，所以有的人可以在外面的大街上突然做一些很奇怪的行为，我就会觉得他们真的是没有任何，对，很厉害，我就觉得他们很厉害，嗯，很真诚，而且是声音很大，比如说我们公演好了，公演。就是大家先集合，然后要一起坐那个车去乌梅嘛。然后，假如说在公司，我懂大家，因为都是成员，所以大家很嗨，然后会聊天嘛，就是很嗨这样子。然后进到电梯，我懂，进到电梯就会有人想要聊天，那你们就聊天，很吵也没有关系，反正外面没有人就算。然后。到一楼的时候会有管理员什么的，他们就是依然没有任何，就是很吵，我就会觉得很像，真的很像普通的国高中生，就是很吵，国小生出的真的是很对，就是没有。现在不在上班的感觉，他们就是国高生，没有，我跟你讲，刘晓庆又不是国高中生，路上突然跳起。没有放开，就是不会。我觉得如果是国高中生，我就可以理解。但姑且你是嘛 AKB 的成员，我就会觉得哪里怪怪的，觉得哪里怪怪的。但我不会去管他们，因为我就想说，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么严格。我想说，我管好我自己就好了。还有这种感觉。所以有时候出去外面商演，我就会觉得很怕，我就很怕外面的工作人员会觉得我们整团都是这样子，我就是怕他们觉得、我们整团就是一个很吵的小朋友这样子。因为真的很吵，我自己是觉得很吵，笑唱什么的，我就会觉得这群人很失控，很累。在外面形象，对，我真的觉得在外面形象好一点。在车上不是有时候很嗨，在车上的时候很嗨。比如说那种，我们之前不是去大港，或是那种。反正就是那个音乐季的后台就是会有很多帐篷，然后会有很多人可能在里面休息，就是反正他就是很多艺人会在后面有，你就会发现我们那一棚是最吵的，而且大家在里面吵就算了，大家在外面也可以吵，就觉得很厉害。我突然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一天到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最长
假如说有镜头在拍，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我可能可以理解。对，就因为有镜头在拍，所以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嘛，我就可以理解。但如果没有镜头在拍，还很奇怪的话，就觉得真的是很奇怪，但感觉很快乐。但我就是不会想参与啊，所以你逼我参与，我就会没有很开心。就是我就没有想参与，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逼我？算是最有活力吗？嘛，可能吧。沉默的沉，对。所以有时候我反而会很抱歉，我就会觉得很抱歉，因为你知道，就是因为嗨的人太多，但是我就很像怎么说？怎么说？煞空气没有，很像，是会冷，很容易。如果我表现得太不想参与的话，就会有点太有距离感嘛。所以我不是说，上一次的公演他们一直要玩那个什么什么降临的那个，我就没有很想玩。但是你知道吗？我总不可能突然说不要，不要，就是我不会直接跟他们说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没有办法，他们就很喜欢，就只好无可奈何，无可奈何就跟他们一起。嘛，但是我是没有很想做那个事情。鸵鸟跑步。我没有很想要做鸵鸟，我就说 NCE 真的是世界史上失控的一个环节。NCE 还要这样大费周章的把那个舞台清开让他表演，也是蛮，就是大家很浮夸，勉强配合一下。真的觉得大家太很迷因，真的是蛮迷的，大家很迷这件事情。喜欢那种东西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那个比例没有用。赢不了，赢不了。喜欢那类型的人太多。多数据，真的是多数据，随波逐，真的。所以我有时候都很希望他们可不可以正常一点，就是可不可以正常，就是他们的脑袋里面都是装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就会很希望他们哪天可不可以正常一点。他们很常会在很奇怪的搞笑影片里面获得一些东西，然后想要带入我们的表演，但是我就没有很想要让他们塞到那个表演里面去，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很奇怪。但他们很喜欢塞进去嘛，没有办法。最近只要流行一个什么很奇怪的东西，他们就会塞进去那个表演里面，我就会。很想阻止，但我阻止不了。我很想阻止，但我阻止不了。快整团都喜欢讲，我是还好，我是还好。被偶像直接耽误的搞笑艺人，真的，大家都是搞笑艺人。我真的是对那个影片没有什么兴趣，但我懂。平常私底下看是一个好笑的影片，但是我没有不会特别想要把它拿来表演。英主都是谁最爱提这些？反正英主蛮多会看那种的人啊，而且会一个传一个。
为沙欣表演很乖，对吗？小晴、阿欢，就是大家应该看直播就可以懂，有些人的范围很广，范围很广。就是我会对那种迷音接收的讯息没有很快，所以他们说什么，他们不是 NC 的时候说要这样子退场，我就说那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说那个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说那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不是很懂他们现在流行的一些梗在哪里，所以我会觉得很问号。就是我会觉得很问号，如果大家是会看迷音的人可能会觉得哦很有趣，但是没看的人就会觉得你们到底在干嘛，就是我大概就是那种没有看的人，我就觉得这群人到底是在干嘛。嗯，对，反正我是一个没有很喜欢迷音的人啊。所以我超讨厌那个什么樱花宝宝的环节，但因为他们要演，所以我不会怎么样，我不会怎么样，反正我不在那里面就好。我真是没有很喜欢。嗯，没有要表演，对，不淌浑水的，说浑水怕会被骂，还算没关系，他们就享受一下，享受一下那个他们的快乐时光。嗯，我没有上场就随便你们玩的概念，对对对，我没有上场就不要扯到我，不要扯到我就好，不要强迫我进去，拜托。想说樱花宝宝，就是嘛，我个人是没有很喜欢那种奇怪的迷因。嗯，想说真的是私底下看我真的是可以接受，但是就是表演的时候我不是很想要让他放进去，没有很想要放进去，没有很想要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在工作上的我不想提到任何迷因。偶像组应该没有人，没有人。但我觉得很有偶像意识的人也在九天玄女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这种人在，没有人在了。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那个迷音？我是不是很懂？谁说出来？没有，我就觉得怎么大家都很喜欢那个梗，大家都很喜欢那个梗。嗯，应该算是迷因派。对，平涵最近是迷因派吧？谢谢花生的戳戳你。就是大家已经进去了，就是不是就出不来？进去就出不来。现在是一种跟风，可能是也是没有话题聊，就会这样子。降落的兴趣。没差。嗯，藕包的部分，清流，就流行歌什么，不想随波逐流，不想进入他们的那个世界，
我很排斥进入他们那个世界。他们是不是都有点怪怪的？因为他们喜欢到一个，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怪怪的？怎么会这么喜欢？而且很执着，就是大概那一个月，整个月都可以听到他们在提这件事情。我想很腻，我很腻，我很腻，我真的没有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很腻，所以有点烦躁。酱汁，日本流行的音会不会比较？日本流行的，你说日本流行的迷音吗？但是我这个人就是不会去想要传播迷音的人，我就是看完了我就会结束，我看完我就会结束，我不会到想要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念排名了吗？今天的第十名是花生，谢谢花生，谢谢花生。梗我知道从哪里来，但我没有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就是没有点进去。日本流行的食物吃法会想尝试，会啊，会想尝试。BYBY 什么？今天的第九名是丁卯，谢谢丁卯，谢谢丁卯。第八名是红，谢谢红，谢谢红。总之是迷音呗，就是在我这边我是 get 不到你们的迷音，对我的话，所以就说那个四月公演的时候。大家如果有提到那个什么降落的梗，在我这边没有办法开启话题，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很了解，没有办法了解那个好笑的部分。第七名是法兰森，谢谢法兰森，谢谢法兰森。第六名是数字家，谢谢数字家，谢谢数字家。第五名是十一，谢谢十一，谢谢十一。第四名是王奇颖，谢谢王奇颖。这个月应该不会再降落了吧？我不知道，我不想再听到降落这两个字，我不想再听到。光阿潘那边我就听到是开始快20次了吧，30次。第三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二名是 Marshall， 谢谢 Marshall， 谢谢 Marshall。第一名是小林，谢谢小林。小林跟马修第一名，谢谢。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烦躁，我就会觉得很烦躁。对，但烦，麻烦，谢谢枕头的小鸡蹦蹦。希望五月可以回归正常，应该是很难的。我觉得现在全 TP 就是一个迷音女团，我已经，他们已经回不去了，这整个团已经回不去了。请不要叫我们偶像女团，他们是迷音，他们这整团就是迷音，我已经没有办法，已经拯救不了。中毒太深，请您坚持下去。我能坚持，我就会坚持，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你们。李友善越来越大，真的是，我都觉得他们是普通的人。嗯，网友。网民，
走越远，真的。直接电死。不想融入但无法的，赶快去救他。请问清流还在吗？清流还在吗？我们需要清流，我们需要成员里面还有清流在成员里面。打不赢就加入，然后我很就是一脸不想加入的，被迫加入那个白色情人节的那个环节，被迫加入。不加入还会被说可能有偶包这样子，我想说这不是偶包的问题，这是一种，他就是不是。我想这是会做的行为，没有故意忘记吗？不要逼不要，拉拢人不要被传染，没关系，我是不会去，就是对他自己想去那就去那。那就是偶包吗？那我喜欢有偶包的人。嗯，只要做自己吧。嗯，好的，大家再见，大家请去看一些没有偶包的人。拜拜拜拜，我从今天开始就是偶包担当了。拜拜。晚餐喽，拜拜。